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一加一手作的教学视频。今天我们来学习草莓发卡的钩织方法。为了辨别区分，我们把它们称之为 A 款、B 款、C 款、D 款、E 款和 F 款。我们先把主体和各个部件完成，再把它们组装到一起就可以了。用到的针法有电子针、短针和长针。为了视频的清晰度，我用线的颜色都是随机的，大家可以参照图解上或成品图片的颜色选择用线。我们收到的材料包里会是这样的线团，把中间缠绕的部分取下来。这根线是从线团中间的位置出来的。我们找到线头，我们是用这个线头开始钩织的。这样的话，线团就不会来回翻动。在正式钩织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拿针线的基本姿势。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左手拿线，右手拿针。我们用右手握住线头，在左手的小指上，手掌心的一面，从内向外，从上向下绕指一圈，然后用食指挑起这根线，再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这就是拿线的基本姿势。拿针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钩针针柄的位置，钩针的钩子面对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这根线段上进行钩织操作的。接下来我们来钩发卡的主体。这几块发卡呢，都是辫子起针。第一圈起11个辫子针，倒二钩9个短针，一个针目里钩3个短针，8个短针，一个针目里钩2个短针。我们在线头处打一个活结，把钩针从打好的活结穿进去，调节线圈的大小。不要拉得太紧，钩针在里面可以活动就可以。然后用我们刚学到的拿线的姿势，小指上绕线一圈，食指挑起，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的位置。然后我们钩第一个辫子针，钩针逆时针绕线，把线从打好的活结拉出来。第二个钩针逆时针绕线，把线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第三个钩针逆时针绕线，把线从钩针上的线圈里面拉出来。我们重复第四个绕线拉出，第五个绕线拉出，六、七、八、九、十、11。钩完11个辫子针，从倒数第二个，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从倒数第二个辫子针，挑上面这一股线，钩针穿进去，我们钩短针。我们是14短针钩织的，所以钩针正时针绕线，把线从这一股线里面拉出来。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有2个线圈，我们在逆时针绕线，从钩针上面2个线圈里拉出来。这是一个短针的完成。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侧面是由2股线组成的 V 字形小辫子，每一个针目所对应的都是这样的小辫子。我们把线圈拉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组成辫子的一股线，
这个是组成辫子的另一股线。第一圈的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扣，做一个标记。把钩针穿进线圈，调节线圈的大小。我们开始钩第二个短针，钩针从下一个针目挑上面的一股线穿进去，正十针绕线，从这一股线里面拉出来，逆十针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第三个下一个针目挑上面这一股线穿进去，正十针绕线拉出，逆十针绕线，拉过钩针上面两个线圈。我们重复钩第四个，第五个，六，七，八，九，九个短针勾完，我们来到起针的第一个辫子针处，在这一个针目里要勾三个短针，钩针挑上面这一股线穿进去，勾一个短针。同一个位置穿进去，勾第二个短针。同一位置穿进去，第三个短针。我们来到织片的另一侧，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侧的第一股线和我们刚勾的三个短针的一股线是起针的一个辫子针，所以另一侧的第一个短针我们是从第二个这一股线里穿进去，我们勾的时候从这一股线和下一股线交叉的这个位置钩针穿进去，和对面这一个短针是同一位置。我们把线头放上来，正十针绕线拉出，逆十针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第二个短针从这一股线和下一股线交叉的位置穿进去，放上来线头，第二个短针，两股线交叉的位置穿进去，线头放上来，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勾了几针之后，后面的这个线头我们可以给它剪断。我们重复把剩下的短针勾完，这是第六个，然后第七个，
第八个，勾了八个短针，剩下的这一股线里面，我们要勾两个短针，勾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同一位置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勾完之后，从扣系好扣的位置穿进去，勾一个引拔，勾针逆时针绕线，把线拉出来。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有两个线圈，我们把前面的线圈从后面的线圈拉出来，引拔针起一个连接的作用，我们是不算针数的，但是它也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辫子针。为了不把它误当成一个针目，也就是保证针数的不多也不少，我们用力拉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的这个针目就会收紧。每一圈勾完，我们都要勾一个引拔针，调节线圈的大小。下面我们勾第二圈，一个加针，八个短针，三个加针，八个短针，两个加针。勾之前，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逆时针绕线，把线从线圈里面拉出来，起立针也不算针数，我们也抽紧。每一圈勾之前，我们都要勾一个起立针，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正时针绕线拉出，逆时针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第二圈的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扣。因为是加针，同一个位置钩针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一个针目里勾了两个短针，也就是一个加针。接下来，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八个。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来到第一圈，一个辫子针勾三个短针的位置，这三个针目里，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这一个针目钩针穿进去，先勾一个短针，同一位置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这是一个加针，下一针目里也是勾两个短针，钩针穿进去，同一位置穿进去。第三个针目，同一位置穿进去，来到织片的另一侧，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八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剩下的两个针目，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钩针从这一个针目穿进去，勾一个短针，同一位置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这是一个加针，这个针目里也勾两个短针，同一位置穿进去。第二圈勾完，扣系好扣的位置穿进去，勾一个引拔，抽紧。第三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八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三组，八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两组。我们来勾地款。勾之前，先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抽紧，扣系好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第三圈的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然后勾一个加针。下一针目里钩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因为是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接下来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勾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三组。第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下一个针目勾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一组，我们勾三组。第二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这是第二组。第三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两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这是一组。第二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第四圈我们要换线，我们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钩针绕线，把线拉出来。第四圈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八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三组，八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两组。拿出我们要换的线，绕线，从两个线圈里面拉出来，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把换下来的线和刚换线的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和小辫子并排放着就可以。然后我们钩一个引拔，钩针逆时针绕线拉出来，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抽紧。钩之前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抽紧，扣记号扣的位置穿进去，把两个线头放上来，钩一个短针，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下一针目再钩一个短针，钩针穿进去，线头放上来，钩完两个短针，我们要钩一个加针，下一针目里钩针穿进去，放上来线头，同一个位置钩针穿进去，再钩一个短针，一个针目里钩一个短针，钩八个，下一针目穿进去，一个，两个，三个。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两个线头剪断，四个，五，六，七，八，钩两个短针，一个加针，钩三组，一个短针，下一针目，两个短针，第三个针目，钩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两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一组，第二组，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这是第二组，第三组，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一个针目里钩一个短针，钩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钩两个短针，一个加针，钩两组，
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下一针目勾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第二组，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留大约10厘米长的线剪断，把线头从两个线圈里面拉出来，我们拿出缝针，把线头穿进缝针里，我们做一个无痕引拔，把缝针从扣记号扣的位置穿过去。从小辫子上面挑上面这一股线，缝针从这个位置穿进去。系好扣，我们取下来。来到织片的反面，我们顺着织片的纹理藏一下线头，多余的线头我们剪断。发卡的主体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在第二圈和第三圈中间的位置勾一圈引拔，找到第二圈加针的这个位置，第一针从这个位置勾针穿进去，绕线拉出来，下一针目钩针穿进去，我们把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面和织片捏住，然后绕线拉出来，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下一针目钩针穿进去。这个时候我们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下面和织片捏住，绕线拉出来，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下一针目钩针穿进去，把线头再放在钩针的上面，上面放一针，下面放一针，我们把线头织在织物的里面。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下一针目钩针穿进去，线头放在钩针的下面。
放在钩针的上面。放在钩针的下面。钩了几针之后，这个线头我们剪断。我们重复。最后一针勾完，我们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拉出来。然后我们拿出缝针，把线头穿进缝针里。把线头穿进缝针里，我们挑第一个辫子针上的两股线，缝针穿过去，然后挑上面这一股线，缝针穿过去，做一个无痕引拔，然后把缝针穿到织片的背面。我们来藏一下线头。多余的线头剪断。A、B、C、D 这四款发卡前两圈的钩织方法相同，我就不演示了。我们来钩细款，细款的第三圈需要换线，第二圈的最后一针，钩针穿进去，绕线拉出来，钩一个未完成的短针，拿出我们要换的线，绕线。把线从钩针的两股线拉出，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把换下来的线和刚换线的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绕线拉出，我们钩一个引拔针，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引拔针不算针数，我们抽紧。第三圈钩之前，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
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起立针也不算针数，我们也抽紧。扣系好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钩针绕线拉出来，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系好扣，取下来。第三圈是一个短针，三个辫子针，勾三个辫子，一、二、三，下一针目穿进去，线头放上来，勾一个短针，三个辫子，一个短针，三个辫子，一个短针，三个辫子，然后勾一个短针，三个辫子，勾一个短针，勾了几针之后，我们把后面这个线头给它剪断。然后我们重复三个辫子，一个短针，三个辫子，一个短针，把这一圈勾完，最后两针，三个辫子，一个短针，三个辫子，一个短针，三个辫子，然后从第一个短针这个位置穿进去，勾一个引拔，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抽紧，然后我们再钩针绕线，把线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我们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面抽出来，抽紧，把线头穿进缝针里，我们来到织片的背面，对着织片的纹理，我们来藏一下线头，多余的线头剪断，细款的主题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来勾 B 款， B 款的前两圈和 CD 款勾织方法相同， B 款的第三圈需要换线，第二圈的最后一针我们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拿出我们要换的线，
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我们从扣系好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引拔针，把换下来的线和刚换线的这个线头放在钩针上，绕线拉出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引拔针不算针数，我们抽紧。第三圈钩之前，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起立针不算针数，我们也抽紧，系好扣，取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组成辫子的两股线，里面的这一股线我们称之为内半针，外面靠近我们身体的这一股线我们称之为外半针。这一圈我们是勾内半针，也就是远离我们身体的这一股线。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也就是做引拔针的这个位置，瞧里面的这一股线，钩针穿进去，线头放上来，我们勾一个短针，第三圈的第一针我们扣上记号扣。第二针是一个加针，我们调里面的这一股线穿进去，线头放上来，勾一个短针，因为是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勾完之后，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八个，下一针目调里面这一股线，线头放上来，一个短针，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勾了几针之后，这个线头我们给它剪断。我们重复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然后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三组，先勾一个短针，下一针目勾一个加针，同一位置，一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第一组。第二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第三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勾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两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这是一组。然后第二组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勾完之后，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引拔，出紧。第三圈完成。第四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八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三组，八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两组。勾之前，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抽紧，扣记号扣的位置穿进去，勾一个短针，记号扣取下来。第四圈的第一针，我们扣上记号，两个短针，下一针目再勾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三组，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这是一组。第二组，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第二组，接下来第三组，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勾八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勾两组。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第二组，两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勾完之后，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引拔，然后我们钩针绕线，把线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面抽出来，抽紧，系好扣，取下来。拿出缝针，我们把线头穿进缝针里，
来到支片的反面，我们来藏一下线头。多余的线头，我们剪断。闭环的主体，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在第三圈留的外半针上勾泡芙花，钩针找到第一针的位置，从这一股线里穿进去。拿出我们要勾泡芙花的线，绕线，从这一股线里拉出来，我们勾两个辫子针，一、二，在这一个针目里，我们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我们来看一下长针的勾法，勾针绕线。还是从这一股线里穿进去，线头发上来，钩针绕线，把线拉出来。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有三个线圈，钩针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第二个，钩针绕线。还是从这一股线里穿进去，绕线拉出。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有四个线圈，钩针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三个，钩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钩针上面有五个线圈。钩针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四个钩针绕线，钩针这样斜着穿进去，避免线圈从钩针上面脱落，绕线拉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钩针上面有六个线圈。钩针绕线，我们拉过前面两个线圈，勾了四个未完成的长针。这个时候，钩针绕线，把线从钩针上的线圈里一次性拉过。这是一个泡芙花完成。接下来我们空一针，从这一个针目勾第二个泡芙花。我们勾的时候，从它的上面这样插入，线头放上来，钩针绕线，把线拉出来，然后勾一个引拔针，把线从泡芙花的这一股线里拉出来，勾两个辫子，勾第二个泡芙花，勾针绕线，从这一个线圈里面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二个钩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
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三个钩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四个钩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绕线一次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第二个泡芙花完成。框一针目，从这个针目钩针从上面向下这样斜着穿进去，线头放好，绕线把线从这一股线里拉出来，然后做一个引拔，前面的线圈拉过泡芙花上的这个线圈，两个辫子勾第三个泡芙花，我们重复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钩针绕线一次拉过钩针上的线圈，空一针目，从下一针目从上向下，从这一股线里钩针穿进去，线头放上来，绕线从这一股线里拉出来，和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做一个引拔，勾了几针之后，这个线头我们给它剪断，勾两个辫子，这一针目里勾第四个泡芙花，第一个长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绕线一次拉过钩针上的线圈，空一针，从下一个针目钩针从上向下，把线拉出来，然后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我们勾一个泡芙花，空一针，勾下一个泡芙花，重复把这一圈勾完，我们勾最后一个泡芙花，空一针，从这一个针目里钩针穿进去，绕线，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两个辫子，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一、二、三、四，钩针绕线一次性从钩针上的线圈穿过，找到第一个泡芙花的这一个针目，钩针穿进去，绕线拉出，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我们勾一个引拔，
然后钩针绕线，把线从线圈里面拉过来，我们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面抽出来，抽紧。我们拿出缝针，把线头穿进缝针里。把线头给它藏起来，多余的线头剪断，B 款的发卡我们就勾完了。我们来勾 A 款， A 款的前两圈不论是起针还是针数都与其他几款钩织方法相同。这一款的泡芙花是由两种颜色的线交换着钩织的，第二圈的最后一针我们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拿出我们要勾泡芙花的另一种颜色的线，钩针绕线，从钩针上两个线圈拉出来，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把两股线放上来，我们勾一个引拔，引拔针不算针数，我们抽紧。钩之前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起立针也不算针数，我们也抽紧，记号扣取下来，我们勾两个辫子，扣记号扣的这个针目里我们勾第一个泡芙花，钩针绕线，从这一个针目里穿进去，线头放上来，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钩针绕线，从钩针上的线圈依次拉过，空一针，从它的下一针，钩针从背面向前面这样穿过来，线头放好，然后我们钩针绕线，把线拉过去，和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做一个引拔，然后我们换线，钩两个辫子，引拔的这个针目我们勾第二个泡芙花，
钩针绕线，一次性拉过钩针上的线圈，空一针目从下一针目从后面往前面钩针穿入，绕线拉出和钩针上这个线圈做引拔，换线，两个辫子，引拔的这个针目我们钩第三个泡芙花，框一针，下一针目钩针从后面向前面穿过来，然后钩针绕线，把线勾过去和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做引拔，然后我们换线，这个线头我们勾了几针之后可以给它剪断，勾两个辫子，引拔的这个针目勾第四个泡芙花，换一个针目，下一个针目勾一个引拔，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我们两股线重复着这样交换着钩织，把这一圈勾完，最后一个泡芙花我们空一针，从这一个针目里穿进去，换线，两个辫子，然后我们从做引拔的这个针目底下穿进去，钩针绕线拉出来和钩针上的这个线圈做一个引拔，我们再钩针绕线，把线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我们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从线圈里面抽出来，抽紧，另一股线也剪断，我们穿上缝针，给它藏一下线头，
另一股线。也藏起来。多余的线抽，剪断。A 款我们就勾完了。E 款和 F 款的钩织方法相同，主体是钩13个辫子针，和另外几款起针相同，只不过多了几针。我们来看具体钩法。第一圈起13个辫子针，大二钩11个短针，一个针目里钩3个短针，10个短针，一个针目里钩2个短针。我们在线头处打一个活结，把钩针从打好的活结穿进去，调节线圈的大小。左手拿线钩13个辫子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倒数第二个辫子针，我们开始勾短针，调上面这一股线，绕线拉出，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第二针调上面这一股线，勾短针，第三针，4 5 6 7 8 9 10 11，起针的这一个辫子针我们勾3个短针，一同一位置穿进去，二同一位置穿进去，三来到它的另一侧。我们是从第二个这一股线和第三个交叉的位置钩针穿进去，线头放上来，第一个短针，然后第二个，三四五，勾了几针之后，线头我们剪断。六七八九十，最后的这一股线里，我们勾两个短针，一同一位置，二
勾完之后，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引拔，抽紧。我们来勾第二圈，一个加针，十个短针，三个加针，十个短针，两个加针。勾之前，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抽紧，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第二圈的第一针，我们扣上记号。因为是加针，同一个位置钩针穿进去，再勾一个短针。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勾十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个加针，同一位置。第二个，同一位置。第三个，同一位置。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我们勾十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两个加针，同一位置。第二个，同一位置。勾完之后，扣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引拔，抽紧。我们再勾针绕线，把线从线圈里面拉出来，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面拉出来，抽紧，系好扣。取下来，把线头穿进缝针里，来到织片的背面。我们来给它藏一下线头，多余的线头剪断。主体我们就勾完了，下面我们勾圆形的泡芙花。圆形的泡芙花是环形起针，我们来看环形起针的勾法。用右手握住线头，在左手的食指上绕线两圈，
找到两股线交叉的地方，捏住，取下来。左手拿线，用拇指和中指捏住围成的线圈，把钩针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逆时针绕线拉出来，环形起针完成。接下来我们钩短针，钩之前先钩一个电子针作为起立针，钩针绕线，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起立针我们是不算针数的。钩第一圈，第一圈是在圈内钩六个短针，钩针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正时针绕线拉出来，逆时针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侧面是由两股线组成的 V 字形小辫子。第一圈的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接下来我们钩第二个短针，钩针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正时针绕线拉出来，逆时针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第三个钩针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正时针绕线拉出来，逆时针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我们重复钩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然后我们把线圈抽断，钩针暂时取下来。我们来到扣记号扣的位置，我们捋一下线头。围成线圈的两股线，有一股线是和线头从同一位置出来的，我们拉这一股线，另一股线收紧，我们再拉线头。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圆的小直片。我们把钩针穿进线圈里，调节线圈的大小。第一圈钩完，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钩一个引拔，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抽紧。第一圈完成。第二圈六个加针，也就是在这一圈里一个针目里钩两个短针，钩之前我们先钩一个电子针作为起立针，抽紧，扣记号扣的位置，钩针穿进去，钩一个短针，把线头放上来。第二圈的第一针我们给它扣上记号扣，同一位置钩针穿进去，再钩一个短针。一个针目里钩了两个短针，也就是一个加针。第二个针目放线头，一个短针同一位置穿进去，第三个针目同一位置线头，我们可以剪断。我们重复同一位置
同一位置。最后一个针目，同一位置穿进去。勾完之后，扣接好扣的位置，勾一个引拔，抽紧。第二圈完成。第三圈，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勾六组。勾之前，我们先勾一个电子针作为起立针，抽紧。扣记号扣的位置，勾针穿进去。勾一个短针。第三圈的第一针，扣记号扣。下一个针目，勾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穿进去，一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一组，这一圈我们勾六组，第二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第三组，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同一位置。第四组，同一位置。第五组，同一位置。第六组，同一位置。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勾针绕线，拉过线圈，换线，拿出要勾泡芙花的线，绕线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扣记号扣的位置穿进去，线头放上来，我们勾一个引拔，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抽紧。钩之前我们勾一个电子针作为起立针，也抽紧，记号扣取下来。我们勾第一个泡芙花，勾针绕线拉出，绕线拉出，先起两个辫子针，然后勾针绕线从扣记号扣的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勾针前面两个线圈，这是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接下来第二个，勾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三个，钩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第四个，钩针绕线，同一位置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两个线圈。钩针绕线，一次性从钩针上所有的线圈里拉出来，然后我们空一个针目，从下一个针目钩针从后面穿到前面来，然后绕线拉出来，和钩泡芙花的这个线做一个引拔，勾第二个泡芙花，勾针绕线拉出，绕线拉出，勾两个辫子，然后勾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勾针绕线，依次拉过勾针上所有线圈，框一针从下一针目，从它的后面穿到前面来，绕线拉出，做一个引拔，两个辫子，勾第三个泡芙花，绕线拉过钩针上所有线圈，勾了几针之后，后面的线头我们剪断，框一针从下一针从后面穿到前面来，做一个引拔，我们重复把这一圈勾完，最后一个我们控一针从这个针目里勾针穿进去，绕线拉出，勾一个引拔，勾两个辫子，然后从我们勾引拔针的下面这个位置勾针穿进去，绕线拉出来，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然后我们再勾针绕线，把线从线圈里拉出来，我们留大约10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拉出来，抽紧，把线头穿进缝针里，在织片的背面藏一下线头，多余的线头剪断，圆形泡芙花我们就完成了。这两款的钩织方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大家注意换线就可以了。我们来钩D款上的蝴蝶结，钩40个辫子针，在线头处打一个活结，钩针从打好的活结穿进去，调节线圈的大小，钩40个，
然后我们有大约5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抽出来，在一头处打一个对折，然后我们绕一圈，从绕的这个圈里拉出来，整理一下。多余的线头我们剪断，我们来钩草莓。草莓是环形起针，圈内钩2个辫子针、5个长针、2个辫子针、1个引拔、1个辫子针，用右手握住线头，在左手的食指上绕线2圈，找到两股线交叉的地方捏住，取下来，左手拿线，用拇指和中指捏住围成的线圈，钩针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绕线拉出，环形起针完成。钩之前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作为起底针，钩针绕线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起底针我们是不算针数的。钩2个辫子、5个长针，我们来看一下长针的钩法。钩针绕线，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绕线拉出来。钩针上面有3个线圈，钩针绕线，先拉前面2个线圈。钩针绕线，再拉剩余的2个线圈，这是长针的钩法。第二个，钩针绕线，从围成的线圈穿进去，绕线拉出，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拉后面剩余的2个线圈，重复。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钩2个辫子、1个引拔，钩针从线圈穿进去，绕线拉出，前面的线圈拉过后面的线圈，然后我们再钩针绕线，把线从线圈里拉出来，我们留大约5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拉出来抽紧。接下来换线，我们拿出绿色的线钩草莓叶子，钩5个未完成的短针，这5个短针是在长针上面这2股线钩针穿进去钩织的，绕线拉出来。第二个，绕线拉出。第三个，绕线拉出。第四个，第五个，然后钩针绕线，一次性从钩针上的线圈拉出来。我们钩一个辫子针，钩针绕线，拉过钩针上的线圈，留大约5厘米的线剪断，把线头从线圈里抽出来，
然后我们找到起针的这个位置，我们来捋一下线头。尾成线圈的两股线，有一股线和线头从同一位置出来，我们用力拉着一股线，另一股线收紧，我们再拉线头。我们把两股线打成死结，再系一下。勾叶子的两股线我们也打成结，再系一下。多余的线头我们剪断，我们拿出白色的线，取大约30厘米长，剪断。取其中的三股线，穿进缝针里。我们来缝草莓纸，这个没有要求。我们先从上面缝一个，然后这个位置把白色的线头也打成结，轻轻的，不要用力。多余的线头剪断，把所有的线头我们藏在草莓的里面。一个小草莓我们就完成了。下面我们来组装，先组装圆形泡芙款，发卡是用胶棒粘在布织布和织片背面中间的位置，泡芙花用布织布粘在织片的正面。我们拿出布织布，剪一个略小于织片的长方形，
修剪一下。然后我们长着对折，在对折的这个位置剪一个口，发卡穿进剪的这个口里，我们再剪一个圆形的，比里面这个圆小一点就可以。我们可以先剪一个正方形，修剪一下。我们拿出胶棒，用打火机把胶棒融化成液体。胶棒融化后会很烫，大家注意不要烫到手。涂抹在不织布上，用过的胶棒要放在一个纸片上，我们先把发卡粘在不织布上，如果家里有蜡烛，可以点燃一根蜡烛代替打火机。另一侧，然后粘在织片的背面，
我们线图它的一侧。尾粘好的这个地方，我们再涂一遍胶。如果家里有胶枪的话，我们可以用胶枪涂得比较均匀。泡泡花是粘在发卡主体的这一侧。粘上草莓和珍珠，珍珠有点小，我们可以穿在缝针上。
我们把胶涂在草莓藏线头的这个位置。圆形泡芙花发卡组装完成，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组装另一款。我们来看 ABCD 款，发卡也是用不织布粘在织片的背面，和圆形泡芙花的组装相同，我就不演示了。来看 D 款， D 款的蝴蝶结也是用胶棒粘在织片的正面左侧的位置。右侧沾上草莓，周边沾上珍珠，大家自行沾一下。另外几款草莓和珍珠，按照成品图片，用胶棒粘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